我要跟大家讲，我们过去犯了一个错误，我们常常用台湾在看世界，我们很少用跳到美国来看台湾。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很重要，其实在人家眼中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从美国的角度回看台湾。我跟你讲，我最近在思考两岸关系，才知道我们陷入一个盲点。你觉得在美国的角度最适当的台湾跟中国关系是什么？我最近的结论是这样的，紧张但不是太紧张，民进党是太紧张，那国民党是不够紧张，那所以我们要刚刚好，就紧张但不是太紧张，两个字 deterrence。 deterrence 翻译成中文叫吓阻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知道台湾打不过你，one to one 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是我要让你知道，你打我的话你会很惨，只能做到这样。该有的吓阻力量还是要有，但是我还是主张 communication，就是说有沟通可以降低敌意，最起码避免误解跟试探，避免擦枪走火。你跟中国怎么相处？我说五个互相，互相认识，互相了解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合作，互相谅解。我跟美国讲说，我相信台湾跟中国的相处会比你跟中国的相处容易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，所以我们有废话我们讲得通，你们讲不通。谅解就是一个例子。我知道你有困难，你也知道我有困难，那我不要让你难看，拜托你让我活着。谅解，全世界会回教国家有开斋节的只有台北市。那有人问我说：“报告市长，你为什么要办这个开斋节？”我跟他讲说：“如果我们对那些移工好一点我们去上班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对我们的爸爸妈妈好一点。”那你要是虐待他的话，你去上班他就虐待你的爸爸妈妈。同志议题在台湾是公投没过的，可是我觉得这样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，你要让他有一个生存的空间。所以共荣共荣共荣，所以能从中建一个理性务实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。我知道很多人在批评啊，柯文哲没有中心思想，我奇怪，我当外科医生怎么没有中心思想？外科医生的中心思想是什么？手术要成功，病人要救活啊。所以当政治人物的中心思想是什么？他老百姓要活得好好的，活得快乐。所以意识形态不是政治的目标，人民才是政治的目标。缺蛋补助5亿6千万，缺猪肉每一公斤补助6块，补助3亿，到现在已经补助3亿。你要鸡蛋补助5亿6千万，你为什么不把那个鸡舍修一修改一改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来不及了啦，再3个月就要投票了，花钱比较快。所以缺蛋花钱，缺猪肉花钱，我们从来不做那种短长期的准备。所以这也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。2000年以后，台湾再也没有长期计划；蒋经国以后，台湾再也没有十大建设。所以要跟大家讲，你知道，其实今天台湾真正要改变的是政治文化。我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官一定要贪污，奇怪了。能不能建立一个不贪污的政府？为什么做不到？奇怪了，我们不需要解释问题的政府，我们需要是解决问题的政府。公开追究重点，每天都缺什么补贴？缺什么补贴？这个国家已经没有政策了，这个国家只有大傻逼了，这才是国家的问题嘛。2050年11月，台湾医学会开这个会议，闭门会议。我在会中我说我反对台湾自己做疫苗。人家说为什么？我说卫福部20亿花给4家，每一家5亿。我说你晓得，一支疫苗要做出来再加2个年恐怕都不够。A Z 英国的，莫德纳美国的，B N T 德国跟美国，国药科兴中国的，Sputnik 斯普尼克俄国的。你们发现一件事情，好像刚好是联合国的常务理事国啊。你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吗？就算你做出来，你也拿不到美国 FDA。我们只能玩我们可以玩的东西。所以从此我们要看很清楚，说，我们在世界上到底是哪一个位置？什么是我们可以玩的？什么是我们不能玩的？我们不是下棋的人，我们是棋子，只是说我们怎么在这种夹缝中去寻找台湾的最佳机会。
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